折叠这两个比较靠近，铺开拉紧，起笔弹上去，中间拉宽，让那个笔变扁，拉扁，把中间的缝隙塞满，留下一点小小的白色的亮光，不要把它弄得太多白的，这样字就少了紧凑的感觉。我们就是要造字签这种紧凑感。那一般人写字如果太散了，写造字签的确还是有帮助的，因为它实在是太密了，一般人不太敢做这种动作，总觉得这样做好像很危险。那事实上，字就是要在险中求。那有时候练习一下造字签是不错的效果。好，那后面有时候比较尖，再尖一点。